哎，你们知道这个字要怎么念？念扣吗？我说好想念取哦，那种爱父母生我取劳那种感觉，可是应该不是这样写吧？对不对啊？好像是扣劳的样子。好，来，我们赶快再往下看，然后应该讲小声一点，现在在录影，对，被大家发现。国文能力低下是好可怕的事情啊！北女生物老师上课的时候，国文发音不准，还在课堂这样讲，还敢录影，就是很恐怖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可能很多人等着骂我，我们自己要检讨为什么做的这么失败。